如何才能够提高一个人人缘运或者桃花运呢？饭桌不是讲圆的比较好吗？很多人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其实是对的，因为在饭桌原来这样，我们就没有宾客之分。那如果是说你觉得哎，你想要聚那个财气的话呢，其实你也是可以放一个我们讲的聚宝盘，有一些零钱啊、散钱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把它丢在那一边。2022虎住虎爱，人缘旺福，1月16日傍晚6点，八度空间本地最霸播出。